这里没有我想探求的东西。解释一下吧，大使，为什么你们的巫祭要把灰烬使徒带进迪斯城？他是上一代巫祭，有强大的灵感，通妖灵，通万物。他重新造出射日神宫，也是七年前金乌封印战中最大的功臣。不，这已经不是原本的他了。七年前他用通灵力入侵金乌的意识，压制那怪物，直到其他人射穿金乌，完成封印。但无忌本人也因力量消耗过度，被金乌反噬融合。他留下四日符作为遗言，告诉我们，自己的意志会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永远对抗金乌。哪怕封印破碎，金乌再临。按他所言打造神宫，用最坚定的信仰者拉弓射日，就能唤醒无忌最后的力量，再次完成封印。东周的巫祭就是自行觉醒的禁闭者吧？你们想说区区一个禁闭者在没有枷锁的情况下就能镇压灰烬使徒？这是事实，巫祭的确有这种力量，他也做到了。你们在怀疑什么？我们没有犯罪，不该被审问。除了没有一方经，余渊，不，整个东方同样在天灾下坚持了百年。我们有自己的术法，也付出过极大的牺牲。什么意思？荒谬！我们跟你们的敌人没有任何联系。你在借机讹诈东周的术士，想抢我们的核心技术吗？根据边境管理条例，迪斯城无权这么做。当城邦安全受到威胁时，我们有权采取行动。这是正常现象，局长。矛盾本就存在，否则使节团也不会有那么多隐瞒。迪斯是一方经的唯一产地，每时每刻都有人想渗透进来取代我们。第九机关盯上的间谍已经堆满档案室。历史上他们创造的惨案可远比现在激烈。您很真诚，但城邦之间没有真诚，尤其是在 B2002 后新控井新资源入局的时刻，在您看不到的地方，城里潜伏的各大异邦势力都蠢蠢欲动很久了。如果您真的相信东周，现在就是他们自证清白的机会。
不是的，我们真的没有坏心眼，生日失败了也不是故意使绊子，是妍妍不好，妍妍没把神话讲明白，也没力量完成生日。让我再试一次吧，这次我一定会做好的。这小孩怎么还在？别用他蒙蔽人了，我们早看穿你的目的。金乌本就是东周放出来的怪物，你们没本事对抗迪斯城，就把灰烬使徒融进禁闭者体内，以此突破 FAC 使徒监控，放这个怪物闯进内海，引发灾害，颠覆我们。那些愚蠢的迷信仪式都是为了分散我们注意力的障眼法。我们跋涉千里，越过艰难险阻来到这儿，做好了不被信任的准备，却没想过会中这么卑劣的陷阱。迪斯不相信我们的善举也很正常，你们很清楚自己干过什么亏心事，自然不信我们能以德报怨。大师，冷静，集中精力维持法阵，现在不是能动摇的时候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世界的中心，对抗狂恶的前线。来到这里，我们才终于明白你们是什么东西。106年第三黑环爆发，十日大旱差点焚尽于泉镇，我们资源耗尽，那么多人牺牲生命才将金乌镇压。112年第四黑环爆发，同天东周爆发毁灭性天灾，就是你们轻飘飘说的东周沉没。我们好不容易重建愚渊城，又自作孽引起暴动，让第二黑环重现，这才有金乌突然打破封印暴走。难怪你们每次捂着黑环的消息不放，陨星脚下每个黑环都连同狂恶根源，每个黑环都可能影响整个世界，而这都是你们害的。什么东周放使徒金乌入侵迪斯城，这全是你们作孽，却还全世界跟着遭殃，到头来还要污蔑我们。情报，这是间谍罪，逮捕他们。到审问室里慢慢解释吧，以后都不会离开迪斯城了。M 值急速上升，有高强度狂恶体正在活化。就算变成这副模样，你也还会下意识保护同胞的。我竟失了理智，因为我发生在我
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千里跋涉到来后又数夜不眠维持阵法，你的精神早已达到极限，受不了那种挑衅也在所难免。事已至此，不必苛责自己，就当是注定如此吧。灰烬使徒颠覆迪斯城，你们的术法坚持不了太久，立刻投降。天灾当前，别浪费时间再相互猜疑了，让我用迪斯诸位听得懂的话来解释吧。灰烬使徒是狂恶凝聚物，是群体意识在这个世界的投影，他们降临这个世界，变成天灾，化为妖兽。东周没有一方间，面对人心凝聚的使徒，只能借射日传说的信仰，用群体意志对抗群体意志。巫祭造神功驱动的就是这样庞大的精神力量，无论失败多少次都不能怀疑，这些炎炎都做得到。我们要担心的不是射日者不够强大，而是滴水不成海，独木难成林。此时此地，山高水长，异国他乡，再无人信我们所信罢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上就是了。我会给予他们解脱。黑环共鸣，力量放大了。东周法阵被破后，竟然发展成这样。加固破碎防线，拦截金乌。这次靠自己要扛下来，绝不能让他进入内海。
日有一只威灵降丧，千山焚灭，万物沦亡，十日交合，生灵惶惶，皆比阴魂，何日可照？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。接下来，既然迪斯不信神话，那就用你们的方式战斗了。干得不错，回去庆祝吧。